对，刚定啊，一千吧，你放没有啊？那不一千九呢？仲长长久久添。哎呀，而家啲翻身机生意唔好做做啊！你不好说，我好说，不要算了啊。这个不是汗点，是背后的胶。 我想赶紧出去打工，必须把手术做了。你打算花三个月就能相夫教子？我是还真没钱，您再容我几天，我尽快。你有种，干脆……刚说你不想跟各位兄弟早啊！ 志愿者怎么报名啊？干嘛呀？啊，那我也朋友托我帮忙问问。朋友就是打游戏认识一哥们，他们给钱吗？试的是药物的副作用，不是真的找精神病人。知道。不想干这样。再不明白。根本不顾一切来救我的病人，让我觉得我是个负担，我一点都不感恩。 大爷，骂你，气儿也撒了，该回家了吧？我曾经也是病人家属，我知道那种感觉。你得病了难，周围的人更难。从不主动的眼光，尽量理智，假装有可能的恋人尽量握住不放，别把真心用玩笑假装。 我们合同约定的合格率是87%，而你的合格率是87%。想跟你继续合作，咱们签一份两边无难的。 不如就打开去接受晴朗，环游星空，编织美梦，海风吹来的形状在你侧脸此刻。我觉得咱俩就合适了。